成林宝业是里长挂波井最标准的贤妻良母，育有三女一子。我们在睡觉，妈妈就起来。其实我们从小都知道，但是 都那个话都放在心里，都没有说。对对，妈妈真的是很辛苦，不管是对女儿、对孙娜都是一样的。对。谢谢，大大的熊抱，这你讲哦，心中很好啦，盖好啦，厝边啊拢一百分啦，一百分的妈妈啦，真的是人家讲的贤妻良母型的。目前最烦恼的就是还有两个女儿没有出嫁。